那什么，萌萌，这不下周就要路考了吗？你这样，你带我上路兜一圈，我给你指导指导啊。好。你有病啊！啊，你开这么快干嘛？你是考驾照的，还是考飞机执照的？啊，要不要我给你整台驾驶看看？对不起，教练，我把油门当刹车了。再来。你慢点，听到了吗？啊，你要不换个教练吧？我还年轻，我还有很多的小朋友时间。教练，你别吵了，我有点害怕。你害怕？谁敢害怕的也是我。教练，我怎么觉得这车有点抖啊？我跟你说，不管车在抖，我也在抖。我看到没了，你不是来练车的，你是来不爱我的吗？咱这方向盘用着也太不舒服了吧？方向盘不舒服，要不要我把方向盘给你换成手扶自行车版的模式呀？可以吗？可以，你个大头鬼。妹子，我问你个事儿呗，你买保险了没？没有啊。没有，你一会儿下车赶紧去买吧，我怕要来不及了。你下车。我说你手在方向盘上换什么换啊？你怕第三呀你？把这方向挂块狗肉，狗都比你开得好。教练，我这是不是开歪了呀？没啥，是路修歪了，不怨你。走吧。我喝醉酒都没你开这么溜。老实告诉我，是不是教练在你旁边开几枪？没有，我出门的时候我老公对我说了，就当旁边坐了条狗，让我别紧张。啊，教练，我这车开得怎么样呀？妹子，你老实跟哥说，谁让你来学车的？我老公啊，其实我也不愿意学来着，可是他非逼着我学。妹子，听哥的啊，下次呢，你让你老公坐副驾驶，我保证他很快会打消这个念头。另外呢，你要想退学费呀，你就跟哥说，不要不好意思啊，哥呢去帮你跟校长申请。真的吗？哥，回见啊！发不地位呀！